安妮罗志祥听说你最近很火、哦、对啊，他每个人都跟我说，我肯定懂的呀。那你之前被人家是被人家偷拍还是别人来拍你的？还 是偷拍的，我就坐在这里啊、哦、然后他拍了之后我看看人，我那个朋友发给我，然后他都有那么难看的，我在家躲了几天了，你懂不懂？后来躲了几天，想想哎呀，生意也要做，生意也要做出来，然后就来了是吗？然后干脆就出来了，拍就拍了，后来拍惯了啊。